书，相互感恩。接下代表性的书香，十六所高雄市的国小校长好感动。高雄市有十六所学校都获得这些非常好的书，你可以看到今天在舞台下方小朋友的期待的眼神，其实每一本书都带他们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。我们在捐书的时候，他们的掌声实在听得非常感动，他们小朋友非常高兴。慈济基金会推动阅读，一步一脚印地深入校园，累计了300多所学校50000多本书。除了鼓励好好读书、读好书，另外还有正面向。大理泽蟹的身躯只有1.5公分，很有条理的介绍生态。6年级的解说员为了展现好的一面，先前积极训练，更进一步的认识台湾的生态，会教导每一张图片所表示的意思，或者是一些动物的知识。小朋友不是只有看到了这些送我们的书，我希望他们看到背后的是一群有爱心的人，默默的在付出，为这个社会做贡献。我希望他们也能够从内心去反省，让他们从小去培养这一份的爱心。透过教育的力量，让小草获得正向的养分，成长茁壮。证书只是个开端，期待培养出更多大树，利益人群。大新闻朱荣、郑瑞平高雄报道。